Welcome to Dashui Talks, a show powered by Dashui Consulting, a China-based strategic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founded in 2010. 大家好，我是 Miro， 我是 Double V Consulting 双赢咨询的创始人。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帮助国外的品牌进军中国市场，我们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电商运营、品牌推广方面的支持。我们最近也开发了一个新的平台，叫做 ChinaBull Academy。 这个平台主要是提供一些线上的课程以及研讨会，是关于中国市场、中国电商行业以及就是品牌推广方面相关的一些课程，给到一些对于中国市场有兴趣的人去学习的一个平台。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入驻小红书平台的品牌方在营销方式上是否有做出改变？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其实是看到在疫情期间，就是会有更多的品牌会去愿意以这个直播的形式去增加和用户的粘度，以及和减少和用户的距离感。因为就是直播的话，它会让用户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产品，然后它有什么问题它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品牌它会更频繁地去做直播。而且也有一些线下的品牌，可能它原本是100%线下店的，它可能没有做任何线上的推广，那它现在疫情期间它可能就被迫要到线上来，它就会去开一些线上的店铺，然后甚至让一些柜员、一些柜姐去做线上的直播，然后也会开始做一些线上的推广，做一些线上的和用户的互动，甚至有一些品牌是连邀请他们的 CEO 都加入到直播当中来，去直接跟这个用户进行对话。就这个是我们看到品牌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品牌，它其实是把它主推产品的这个产品都已经变了，就是比如说像你可能疫情期间大家会很少用到化妆类的产品，可能待在家里就是只是用护肤品，那有一些美妆品牌它可能就不把这个化妆品去作为，不把这个彩妆类去作为这个主推的产品了，而是去把护肤品护肤的产品去作为主推的产品，就是去比如说教大家，你即使待在家里，可能你是要好好的护肤，怎么样做到保湿，怎么样补水，这样子的一个推广的方向的改变。而且也会有很多的企业，他会想要去表现他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也会发一些像贴近新冠肺炎这个话题的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星巴克，他就会发一个这个无接触配送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想要在星巴克买咖啡的话，其实你是不需要接触到他们的店员，你就可以取走咖啡的。就是这种无接触配送的也是能够表现出你的企业的就是针对这个疫情做的一些应对的措施，也是给到你的用户更好的就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信心。再一个就是很多品牌也会表现出来他们对于这个武汉或者是湖北省的一个支持，包括对于医院啊，对于医生护士们的一个支持，就是以表明他们作为一个企业就是怎么样去回馈社会，不管他是捐款啊，或者是捐物啊，或者是做一些善事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社会的回馈，就这个也是品牌他怎么样表现他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了解到小红书平台上的个人店铺属店现在正在内测中，这类店铺可以让官方认证的视频创作者运营自己的店铺。在这里您能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个新项目的内容吗？属店是小红书的一个新功能，目前它是在内测的阶段。那么它这个功能其实就是邀请一些已经认证了的 KOL 可以开 KOL 的个人的店铺在小红书上面，并且这个个人的店铺可以直接连到他们在小红书上面的账号。那么他在发一些post 或者是做直播的时候，他是可以直接把他店铺里的产品链接加在里面的，这样用户的话就可以直接从直播间或者是从他们的这个笔记下面的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现在目前这个是在测试阶段，所以就是目前我们只看到有大概几个 KOL 是在有用这个新的功能。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前期小红书他邀请的这几个能够用这个新功能的 KOL， 他们其实都是自己
有一直在运营自己的淘宝店的，而且他们大部分可能都是像服装或者是首饰类的产品，然后这些 KOL 他们其实都在尝试去发展自己的独立的品牌，就他其实也是在想要自己去做品牌，去发展品牌，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小红书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因为小红书它其实是一直是想要做这个社交电商的模式的，因为它其实既有电商功能，然后它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环境，所以如果可以邀请到 KOL 去开他们的个人的店铺，然后可能是去推一些 KOL 个人的品牌，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而且也的确是一个社交电商的新的玩法。再一个就是其实也给了很多其他的品牌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就是比如说如果将来的话 KOL 如果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的店铺，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品牌让 KOL 去把我们品牌的一些产品上架到 KOL 的店铺里面，这样子 KOL 在直播或者是在发笔记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推广，然后让用户可以去到 KOL 的店铺里面去购买，就是这个也是给了我们品牌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我们也要看看这个新的功能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什么样，所以就是也是拭目以待。 Any questions? We will find an expert to answer them. Drop your questions in the comments or send us an email dx@dashwayconsulting.com.